四大家族之一郑裕雄家族的第三代传人郑志文，现时是贵丽酒店集团的首席行政总裁，家族拥有千亿身家。最近他就同几位闺蜜一起去了上海旅行啦，他们位位都身价不菲的，当中就包括白璧富商曾文豪的大女曾昭仪、林夕霞的继母。1、2、3、4
冰雹嚟㗎，你睇下，冰雹嚟，但我翻。